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九饼。刚才刚送完小七上学，现在我要回楼上。每天这个时候呢，都是我妈看着小安，这样我才方便出来。平常没事上库房打包的时候，也都是我妈看着。现在在楼上基本上都是我做饭，因为要是在我自己家的话，我就喜欢自己做。平时上我妈家，我从来也不下厨。哎，埋汰呀！快下去，拆开拆开看看。这两个锅是给我妈买的礼物。拆开看看。我看我妈挺喜欢我家那个锅，所以给她买了一个一样的，只不过颜色不一样。这是一个不粘锅炒锅，然后那个是一个蒸锅，他没事的时候还可以蒸包子、蒸馒头。不知道送我妈这个礼物她喜不喜欢呢？看她这么开心，应该是喜欢吧。给你买的是蓝色的，我家的是红的。我寻思咱换一个不一样的，带垫儿，隔热垫儿，对，这个锅之前给我婆婆买了一个，现在我妈也有一个，不偏不向，只不过你多了一个蒸锅呀，爆炸。这个锅反正就是我用了一段时间，还行，一直也不粘，然后它挺好清洗的，这个盖儿还是微压的，就炖菜快，比正常的锅能省点气真儿。好啊，是吧？真漂亮！妈妈，妈妈，摸这儿，摸那儿啊，我看摸摸，这哪儿？这个上学。跟我家的是一样的，我家的就是红色的。啊，全是英文的，看不懂，还英，还全是外国人。画的全是水彩笔印儿。你要干啥？一早上把自己画成小花猫？你看手，你看看，自己擦擦。你看你的手，让妈妈看你的手，瞅着。妈妈看看手。我不看。看我的手，全是水彩笔。可以。哎呀，熟了吗？我尝尝。咋包装的挺好，我一层又一层的。这咋的？里头还有一个。我爸。啊，这是那个蒸格吧？帘子。嗯，啊，正格单独的包装的，哎，还当挺厚实的呢。我摸摸，这质量挺好。哎呀，挺有分量。妈妈做饭。勺子和这个，哎呀，这都是硅胶的哈。哎呀，这个挺好，这小漏勺都是硅胶的。啥？都挺厚实。盆子。哎呀，还有那个防烫手套呢。是吗？看看，那挺全的。我这东西挺全的。晚上上老家吃包子啊，行不行？行。你说老吃包子。质量是真好。两个啥？这是两层蒸格。这地下一片狼藉呀、啊！拿这两个锅贿赂我妈，好上我妈家多蹭饭。哎，这质量是真好。宝宝做饭给姥姥吃啊，坐吧。你不能坐了自己吃啊，炒菜炒菜。拜拜，拜拜。